好地地對中國人嚟講最適合嘅用法就係咩咧？就係、咁，我哋好地地就唔好地地啊！咁當然香港唔係好地地收翻嘅，香港係一個好重大嘅歷史背景之下收翻嘅。恭请老佛爷圣安。好消息啊，老佛爷，我哋同英国人嘅谈判终于都有定断啦。恭喜老佛爷，今次香港呢个问题，我哋只需要租借啦，系唔需要割让啦。系，回老佛爷，香港呢个问题咧，就的而且确老早已经割让咗俾英国人啦，但系未完全割让晒嘅。唉，我大清版图辽阔，本住好客之道，任人宰割数十载，牵涉杂生人口、利人选己、大无畏不平等条约数十条。老佛爷，你仍然记得边度割咗，边度未割？真乃我大清之福，苍生之福啊！喺深宫系不适拍手掌。请大家庄重，系回老佛爷。哦，呢一次咧，香港嘅情况就即系咁。红色的士行走嗰部分咧，就老早已经喺南京同北京条约咧，我哋已经割让咗俾英国啦。但我哋香港绿色的士行走呢部分咧，就啱啱租借埋俾英国人。哦，按金同上期方面咧，如果我哋肯唔收，英国人系完全冇问题啊。租金，租金回老佛爷，我哋签咗一个非常好嘅条件。今次我哋租借英国系只需要租借，系唔需要作现金赔偿喎。租借期系99年啊，老佛爷。老佛爷息怒，唔系啊，老佛爷，租俾佢99年同直接俾咗佢系有好大分别噶。嗱，你谂下，如果我哋将香港俾咗英国人。过几年英国人唔爱佢，可能屈我哋用现金买翻。而家我哋租俾佢99年，佢租约未期满就话唔爱我哋可以食佢订。系虽然佢冇落订。我点解我哋要租呢个地方俾英国人？我回老佛爷，因为我哋另外租咗啲地方俾法国人啊嘛。我点解要租俾法国人？因为我哋又另外租咗啲地方俾德国人同俄国人咯。我哋租第啲地方俾第啲國家，關英國人咩事？係關㗎，老佛爺。因為我哋應承過英國，唔租地方俾其他人㗎。唉，老佛爺，奴才呢個以夷制夷，用鬼佬打鬼佬嘅方法，原本係行得通。嗱，好似最近德國人侵佔我哋膠州灣，英國人原本係出面干涉嘅。但是无奈，原来英国最近在非洲征服了苏丹，德国在那里肯不出声，于是英国这一次在中国又不出声的嘛。说起来，其实最衰都是非洲土人啊，老佛爷。如果不是他们这么落后，这么容易被人征服，又怎会连累我们大清这么容易被人瓜分呢？万万不可，老佛爷。如果你而家话唔租借香港俾英国，我恐怕英国人入嚟京城打个稀巴烂，就会亲口同老佛爷你讲，奴才唔敢讲。奴才恐怕英国人会亲口同老佛爷你讲 ，fuck you 啊！回老佛爷 ，fuck you 乃系洋文。顾名思义，乃是腹腰腹气之腰字也，此乃洋人最鄙毒的诅咒。一日都是奴才不好，奴才该死啊！老佛爷，老佛爷，奴才腹腰，奴才腹腰啊！何等的耻辱啊，各位！何等的耻辱！所以中国人
收翻香港，一說前此真係天公地道啊！問題係當中國人收翻香港嘅時候，我哋又發覺有另一種嘅恥辱出現。好簡單，大家試諗下，如果我哋而家邀請一個外星人嚟到參觀回歸大典，我覺得佢會好直覺就會認為係香港收翻大陸。好明顯，我一睇大陸就知道佢係俾啲不負責任嘅人搞咗幾十年。自己人點會咁樣？梗係俾外人搞。全宇宙嘅殖民地都係咁，真陰公，讓我哋一齊拍手，恭祝大陸回歸香港。世界上有乜嘢羞恥得過一個親生嘅母親？在個喉底那裡接回個親生仔回來，然後要跟個親生仔說，阿仔你放心，我們一家兩仔啊。這個你大佬，人家叫你用吉廠，是不是貴幫貴不幫你？ Sorry, 不要嚇親你嘛，你不會發生在你身上的，一家兩仔啊嘛，五十年不變。大家知唔知道一國兩制最偉大嘅地方就係咩咧？就真係一國兩制最偉大嘅地方就係佢真係肯承認佢自己個制真係嚇親人。你梗係嚇得好緊要啦嚇，大聲嗰啲，越怕大聲，我覺得就越驚嗰啲。係啊，俾人帶埋呢個形象嚟揾故事睇睇佢呢個。各位，我希望你哋唔好誤會啊！你有物計同我傾下，我唔方便啊，咁多人喺度。一間你入後台同我傾啊。兩個月一次嗰啲啊？兩個月一次嗰啲，兩個月一次，一個月一次嗰啲我知係乜？嚇！我冇啊，你有冇？各位唔好誤會啊！各位唔好誤會，我唔係唔贊成大陸收翻香港啊！我只係覺得，如果既然要用到一國兩制，不如遲啲咯。遲到幾時咧？我哋係咪可以等到有一日，香港有一隊油尖旺組織嘅古惑仔奇兵上去大陸連環打劫東莞九間金行，然後俾啲公安拉咗，然後佢哋家人好放心啊！哎呀，好彩係喺大陸捉到同埋判刑啫，赤住啲瘡啊，鬼咁細。人家東莞啊，有高爾夫球打啊！幾時應該收回香港呢？我覺得是不是可以等到有一天，有個四川的農民下來香港，然後跟的士司機說，司機啊，麻煩你去那個油鴨村隔壁那個二拉村，麻煩你。啊，柳暗花明油鴨村，明暗花柳二拉村。你哋香港真抵玩喎、啊！又或者幾時？我覺得應該收翻香港咧，好簡單啫嘛。有一日有100萬人上街遊行，去新聞社請願，鬼佬歸西，香港回歸，張俊生好嘢。冇人上街要求回歸，各位。但令我更加奇怪的就是竟然冇人上街要求不回歸喎。嚇？點解？因為大家都驚。最夠膽嗰個就向大陸提出，咁啦，不如我哋續租啦，我哋續租香港一個一次過俾曬99年租金呢次。咁嗰啲比較理智嗰啲咧，就知道唔可能咧，就講傻啦，冇可能，搬香港啦。整個香港搬去美國，大家唔好大家私量去到自買啊！當回歸仲係叫做收翻嘅時候，各位，我喺香港見到一個橫額係咁寫嘅：全港市民熱烈恐懼。